老师好，如果说有个学生他要转学或资料有问题怎么办呢？譬如说这李大雄，哎，他已经转学了，在我们学校跟老师八字不合，他要走了，那就点这个学生进来。点这个学生进来不是从这里点哦，这是给他正向鼓励哦。要从哪里呢？从这个地方叫做学生登录管理这里，从这里，那找到11号新增学生在这里 add student， 你看得懂？那第11号李大雄点这里呢，从左下角这里可以 remove， 就是移除，移除学生从这个班级把它移掉。那我就把它移除吧，我把它点选移除。啊，问你真的要移除吗？是，李大雄又转学了，又走了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剩10个。来，我们整理一下，请老师第一个点 student login 这里，从这个地方可以新增学生。那如果要删除学生呢，点任何一个学生，3号李柏林这里，然后再点选 remove。来，老师可以练习一下，谢谢。